这是土耳其的自动售票机，我刚刚投进去十里了，再点一个确认。出来了三里拉和一张票，这是土耳其的地铁票，也是它的公交车票，都是一样的。这里有 M 的标志，就是他们的地铁站。出来以后呢，这里是他们的公交车站，统一价格都是七里拉。啊，快速公交车站。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兔，今天是2021年1月13号，现在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今天还是为明天下午的出行做各种准备。美元已经换好，刚刚取了里拉，要去换欧元，但是这里欧元的汇率非常差，它这里的汇率是8980，看了一下比网上的汇率要差很多，所以我决定到我想去的那个逛的大的商场附近再看一下他们的汇率。那在土耳其呢，坐公交车它是不收现金的，只能刷卡，除非你坐快速公交车或者地铁就可以在现场买票，不然的话就会很尴尬。我昨天坐了一趟公车，就是因为只能刷卡不能付现，就没有收我的钱。那在土耳其的每一个车站旁边都会有这样一个小报亭，在这个报亭就可以买到这个土耳其的公交卡，卡费是11里拉，可以随便充多少钱。我是总共花了50里拉，也就是11里拉的卡费和39里拉的车票。那土耳其一趟的车费呢，最贵是35里拉，在特定的时间内换乘会逐渐便宜。其实在疫情期间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并不多，也是非常方便且划算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前提是做好自己的防护就可以了。现在我就去第一次使用他们的公交卡去搭乘公共车了。土耳其的一个快速公交车车道的车站，跟地铁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你出了地铁站再买票就可以进到这一个快速的公交车的一个候车站。主道上总共有6条车道，最中间这两个道就是快速公交车的车道，只能坐公交车，还挺方便的，也很安全。这是我要坐的车，到了，上去。我找到一个非常正宗的土耳其小吃，就是那个羊肠，我看到过很多次，但是因为之前疫情都没有吃过，今天来尝一尝，还有他们的心口。竟然闯入了伊斯坦布尔一个二手书市场，可惜我不懂土耳其语，应该有一些宝藏可以淘一淘吧。土耳其真是一个太让人有消费欲的国家了，又买了七七八八的东西，然后在这里换了欧元，换了490的欧元，汇率比网上的实时汇率损失了54元人民币。但是我已经问了3、4家，欧元的汇率就是不好，美元的汇率就是好，所以在这些比较讨厌美国的国家，其实美元还是有它坚挺的地位的。刚刚去买隐形眼镜，买到合适的呢他又不给我，可以卖给我的呢又不合适，就是告诉我在土耳其这边只要买隐形眼镜全部都要医生的处方才能买，所以我在那种品类齐全的度数齐全的店，非常正规的店，他是不卖给我的。唉，不知道墨西哥的物价怎么样，本来想在土耳其一次采购齐全的，现在就等晚上去做核酸检测了。